了，他屁股为什么肿那么大？哦，他那个阴茎就很深了，他在那个非洲大区那边，非洲大区阴茎，对啊，对，银背啊，银背就没有那么深，他是生病的，八起，他是在八起，帅哥，帅哥叫。这是什么？他就说他的总统的那个是在发情的，就是两天尿尿。啊？尿尿。我直接叫你帅。就是那个啊，星球崛起。我屁股好好的。这里有写。星球崛起就是那些。哎，他要打。他发情吗？对对对。他背一个东西耶，他怎么背一个东西？不是凯撒、啊。对。凯撒老大。他是很大只的。他们在滑雪。啊？如果上面写的是这样吗？对。他很大，他们在滑雪，没有像那种。大只耶，来。嗯，椅子容易响。我们那么正常的时候是刚，就是好像没有气的样子。哎、欸，那只是平常的，那只是平常的。